最新的 Google 手机 Google Pixel 9系列现在可以订购了，有这 built-in 的 Gemini AI 系统，还有 Add Me 的拍照功能。现在我就带你们去看一下。Hi Gemini， 把任何你想知道的东西丢进去做询问和回答，我就可以问他我的 script 要怎样写。你觉得可以代替你男朋友吗？这样肯定是不可以啦，虽然他可以教我讲煮饭，可是我男朋友可以煮饭给我吗？这个内置的 Add Me 拍摄 AI 功能，多人同框拍照不需要找别人帮忙，一个人拍完后通过 AR 的方式，原本抓机的人再进去拍，就实现一起合照了。更窄的边框，同时有更大的屏幕。首次正式来到马来西亚的 Google Pixel 手机，而我手上的这个是 Google Pixel 9 Pro XL， 而且它有四种颜色哦，而且它的相机也升级了。Pro 版本有新的 42MP 前置镜头，而 Pixel 9在后置超广角也有全新的 48MP 镜头，比前一代更加的耐用，同时有着7年的软件 support， 而现在就有着 free service 订阅优惠。还有这台 Google Pixel 9 Pro XL 的 512GB 黑色版本是 CelcomDigi 独家推出罢了哦，通过他们的 EZ360 分期付款计划签购就很简单的到手啦。